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欧拉。好，这次呢又要来抽珍宝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目前我走了787步而已，然后呢有4个珍宝可以抽，那20个骰子可以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次是骑士已经更新了，好，可以抽的红骑士金匹，看起来还不错。对，虽然说这个技能呢我还没有实际掌握，因为毕竟共演辅助有点问题嘛，目前没办法在亚洲府登陆。好，红骑士呢，这个脸是不是头有点大？头是不是稍微大了点？虽然看起来是很帅啦。好啦，我们看能不能抽到。然后呢，胡中影跟银骑士就是你也知道，就是这个 CP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都可以啦，我觉得都可以，这次都还 OK。好，那我们还是一样，先把这个骰子给走完。然后呢，这次抽法不太一样，就是我想说，这次用无心流。什么叫无心流？就是真的不要任何的想法，不要想说你会抽到。你就可能会抽到，但是我刚刚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我有点想抽到了，所以不行，我们要摒弃这种概念，我们现在就单纯就是体验抽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体验而已。好，先来走完这个骰子，我们再来把这个抽掉。好的，多了两个骰子，两个珍宝可以用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因为新有更新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对鬼族，对鬼族这个还不错。那我现在呢，发现可以用痛苦石买差一点点，那我就抽完应该差不多可以买了啦，所以就先等一下好了，看有没有到12000。那这个金挂不是紫挂的话就还好，对，紫挂真的还好。OK， 我们开始吧，先把这个给抽掉，那就不要想什么了，就直接抽就对了，好吧？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祭品啊。好，可以十连抽了。抽掉就直接抽掉就好了，什么都不用想。好，给了一些东西，阿瓦隆的法师就这样。蓝皮引路仙子，小女孩新皮肤还可以啦。好，本来想说免费的你能说什么呢，但是我想说也不算是免费吧，也是有抽的吧，虽然珍宝是免费的没错啦。好，这时候开始抽了。那什么东西十连抽呢？这次我想一下，之前都是头像嘛，涂鸦十连抽好了，好不好？涂鸦十连抽 ，OK。涂鸦，涂鸦比较快吧。好，这次就真的就是不要再想什么了。我想说，蓝皮也可以啦，真的。真的给我蓝皮是不是？酒醉的骑士，还可以啦，能接受，好不好？能接受，我们的容忍度是蛮高的。又是涂鸦，是涂鸦十连抽，真的是比较容易一点。好，来咯，我快可以买那个嘞，鬼族嘞，就不要想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有情绪吗？没有，我目前还是没有任何的情绪。我觉得这就是必经之路，毕竟保底还26，那想保底的话那就太那个了，是不是？没必要，是没必要。好，准备了，你看吧。你甚至连单抽出奇迹的想法都不要有，真的。就放空，是不是？头像蛮可爱的，小约。这图像算小约不是老约吧？好，迷雾中。哦，掩面害羞，这不是哭泣哦，要正面一点，这是害羞，不是哭泣，好吗？好，这是涂鸦，涂鸦嘞，好。OK， 涂鸦就涂鸦咯，还有19抽保底，就这样咯。你以为这样子能够让我心情有起伏吗？我告诉你，还是没有。阿瓦隆的树精呢？这树精就算是一个造型啦，对。啊，怎么像一片枯叶啊？枯叶就是枯叶，像我的人生，不是像现在的情况一样吗？小气。好，现在我看剩几抽，8抽保底，那就先抽掉了，10抽不划算。
欸，是不是过分了？是不是过分了？我就问是不是过分了？开始有点小情绪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四抽保底，哎，五十七，五十八，五十九，保底，保底，保底要保谁的底？心理学家、病患，还是中间那一个？有没有可能？卑微的认为应该是不可能。好的，病患胡中隐，胡中隐他身上的是花，有点不合理，应该是海草之类的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抽了一抽了，然后已经可以换这个，可以换了吗？哎，这是红色的，可以换了吗？不行，要四百积分，哦，才152而已，我在想什么？好 ，OK， 继续咯。好，涂鸦十连抽，刚刚讲了，涂鸦就是十连抽，是不是？怎么阿瓦隆的法师又来了呢？还不错哦，还不错哦，乐观，这是头像，就是乐观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鬼族可以买嘞，各位，公正蓝，阿瓦隆的树精又来一个，我会痛苦时多到我连那个什么紫挂都能买了吧？有没有可能？好啦，现在又是涂鸦了，我们要十连抽。哎呀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想。是的，是的，月影清。好的，失去头盔的骑士又来了，他失去两个头盔了。好的，又是涂鸦，这个很常见诶，这个剪影。好的，十连抽，十连抽，十连抽。是不是过分了？四个，是不是过分了？各位，我觉得有点过分了。又不会要一个保底吧？头像。你看，现在又剩20抽保底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然后，回声快用完了呢，一万多的回声快用完了呢，各位。好，涂鸦18抽，这个就算金光也没有到很高兴啊，因为毕竟就是 you know， 好，这哪一个比较帅？心理学家，哎，心理学家感觉蛮帅的、欸。OK， 再开28件 ,18 件就可以保底了。单抽初级机。单抽初级机。我们抽到。抽到保底吧，好不好？就是单抽应该会有奇迹出现诶、欸。按照我这么。毫无情绪，近乎毫无情绪，偶尔毫无情绪的这种抽法，也许真的就是会有一些奇迹出现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不能期待奇迹，因为期待奇迹之后呢，你就会心里又有波澜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像湖水一样平静，就跟那个谁，就跟那个谁一样平静，那个新的皮肤是什么？湖中影一样平静，是不是？再七抽，就有保底了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保底耶！抽到保底耶！各位，这该有情绪了吧？剩626，这抽完之后就不抽了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给个金光不过分吧。
给个中间的金光不过分吧？是不是？是吧？主 CP 是吧？就是要主 CP 是吧？我这能换吗？还不行，这还要到400。但我可以换几个？可以换八个吧？对，八个，那就换掉了，反正就这样吧。还真的没有嘞，还真的没有嘞，各位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子。那事实证明呢？事实证明呢，无心流的抽法是不行的，好不好？就是纯粹就是骗自己而已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集见了，拜。面壁。